着这名舞者在舞台上翩翩起舞，你哪里能看得出他曾经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左小腿。这名舞者名为谢海峰，15岁的时候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左小腿，从此戴上假肢生活。今年也是我从艺的10年，在这10年来，我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坚持。就比如说我从春节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一场演出，其实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同行可能会选择放弃，但是我依然在坚持。通过多年的刻苦学习，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歌舞剧演员，每次表演总是给人展现最好的一面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人必须心怀希望，因为曙光永远在前方。